長沙環有小巴被人刑事毀壞，警方拘捕三個人，其中兩個青年在警車上被扣查。凌晨近一點，四架小巴停泊在廣城街近青山道，被人在車頭和車尾噴上黑色油漆。其中一架小巴有兩個螺絲批被人偷去，警員到場兜線，在附近接獲三個13至14歲可疑青年，懷疑同案有關，起翻兩個螺絲批，列作刑事毀壞及車內盜竊案處理。